Thank you. 耶、yeah, ！我们第二次入境韩国，但他有盖章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我啥盖章？太伤心了。小袋子里。是吗？我们现在已经是入境的状态，不是吗？有出境吗？有啊，我们有出境啊。因为我带入境去。啊、我们又，我们第二次来韩国了，耶、yeah ！天，傻眼。高速旅游。那你的这个在里面吗？对，我怕等下又出事。对，啊，行，在楼下。